个神的话语方法，对不对？够不吗？好，第二个叫做 Excel 画图法，开的 Excel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不是 moderate 有三个吗？ moderate 就一个 extraverted， 你看它有分三个那种高中频嘛，对不对？高中高中频。然后呢，那个，请问你，如果要画一条线的话，需要几个点？两个点啊，对不对？画一条线加两个点，没有错。所以我现在只有取高跟低，就是高跟低的 agreement 刚刚画。什么意思？我要找出这样，公式解出来，我找这个点，跟这个点，噔噔噔噔噔，那这两个点，哪一条线，哪一条线，哪一条线？代数值而已啦，代数值而已啦。那你如果想要说当那些高中也随便，我只想说最简单就是两个点，就高中低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我现在知道这个公式，对不对？这个公式都出来了，哦。然后呢 ，SPS 它会用那个 scatter plot 帮我每一点都画出来，然后你就画了三条线，但是。Excel 它没有办法 ，Excel 我就要做的是只要两个点就画一条线，所以我用这个公式，那我带两个点，带哪两个点？就把这个数值分别带低的 A 跟高的 A， 把数值套进去。数值在哪里？数值在这里。低的 A。-9.546， 高的 A 正-9.546。然后你可以就带进去算算六点出来，但是因为它有 Excel 嘛，我就不要动心。这边是好多学生，我先拿。这里啦、啊。
切换列行，你看啊、哦，假设我是直接按，这它就变这样，看到没？然后再按回来，它就变这样。那其实如果你把中间那个 L， 就是如果你带三个点，不只有两个，那也有好处，就是你会刚好横列过关，就把那个 moderate 直接给你调换过来。这是第二种方法，有没有问题？应该还好吧？好，这一次而已的。第三种，第三种我有办法讲实例，它叫做网开网布法。请你使用你的 Google 浏览器，跟这 Google 搜索网页，直接打 interpret interaction， 打错字了，解释交互作用，搜寻，有个人叫做 Jeremy Thompson， 是他。第二个，你看最后有这个网页，那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好人哦，因为他有个配音员，然后他就做了之后，他就做了一个网页。那这网页是什么呢？网页就是你download完之后，你就把数字放进去，就把图画完。好，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 two-way， 所以找 two-way on standard bus， 因为还没有标准化的器，对不对？ two-way on standard bus， 打开来。已经帮你处理好了，这个网页。但它的坏处是它只有画两条线，如果你要第三条线，你要自己写公式。这我之后再教你，那没关系。但是你现在先看一下这两条线。打开了吗？好，打开。其实你看它左边有泛黄这些字，泛黄的就是泛黄的红字，就是你要更改的部分。什么意思呢？它这个 template 已经做完了，那我们这边 ID 是什么？我们刚刚说谁是 ID？ 啊，不要自己问，谁是 ID 你还记得吗？谁是 moderate， 谁是 ID？ 赶快想一下。OK， 所以来 ，independent variable 是谁 ？SO 是谁？Agreeableness 嘛，友善性嘛，就是它友善就是 agreeableness 都可以。Moderator 你可以打外向性或者 extraverted 都可以。改完之后，接下来就这样填数字。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？这数字就是跟你说，那你的 ID 在预设你第一的时候，它 slope 是什么？ Moderate 的 slope 是什么？平台要求的 slope 是什么？然后底下问你说，你的 index 是 constant 是什么？数值在哪里？就像你刚刚跑的 speed 这些那些东西，那不就在这里吗 ？OK 吗？所以这边就是你要把这个数字输进去。你要看清楚，第一个叫做，我两两对照给你看，缩小。第一个问的是 independent variable， 谁是 independent variable？ 不要搞错，是谁？你上面刚刚打完，你是谁？那有三星 agreeableness， 所以你这边要打的是负的点二零三，不要搞错。然后 moderate 是谁？外向性。对不对？点零六四。然后，交
有没有意义呢？Thompson 呢，所谓的常数8.35。打完之后，看后面这边底下有没有修改。底下这边问你它的 mean 跟 standard deviation 是多少，你就要往最前面开始看，在这里。Internal variable agronomous 在这里，它的 mean 就是零，没有错。standard deviation 是多少呢？9.54638。然后 moderate 是谁 ？Extraversion 平均数量是零，标准差是10.61832。打开，你就发现图不见，为什么图不见？因为他这边设的好了，点两下，跟他说自动就好了。重设就可以了，按重设就好，可以吗？那他帮你做好，你只是要把它做一些调整，看到他把它放更那一边核心的，你这样的歪轴啊，就可以跟他说，哦，你的歪这边你不能留两分，那个轴不然是谁？你要帮我写说 ，F O R C E force， 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这边呢？我不喜欢你有外框，你把它去掉外框，就是根据 APA 的那个 menu 来看，到底哪些要调整就做一些调整，就这样。好，移动它，调整一下，看一下到哪。好，这是它的好处，坏处就是它这两条线没有第三条，第三条自己写程式进去。它程式在哪里呢？程式在这里，有没有跟你说，他这边就是 do not type long this one， 这样底下不要做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公式不在这里，你有点进来会发现，哎，它这个公式写在这里，看到没？它公式都帮你写好了。那它的公式其实是很多的公式啊，它是公式的写法。他只把它利用那个数字把它写进去了，对，就做一条命的。那你们试试看，他有没有很干净？那我说，这我自己做的。那我做了什么事呢？上面看好，他只有这两条，我加了一条。你可以回去思考看看这条怎么加。明天我再跟你说，如果明天有兴趣，我再跟你说。好，那回来这个图，回来他已经帮你做好了图，他做好这个图是很喜欢，因为有一件事情可以直接改。我现在的 grammar 是预测变相，放 Excel， 然后 extraversion 是我的 moderator。调节变相。假设我把它改过来，我想要知道那个一个人的外向性啊，在预测他的实用主义的程度上面呢，会不会因为他的 agreement 程度不同而不一样？懂这句话的意思吗？我先把 extraversion 用来预测 false， agreement 是用我的 moderator。那如果用原本的公式，可能就要再重新再算一下。但是在这边可以很快的改过来，怎么改？要换上顺序就好。先拿过来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 ？S1 就是那个 moderate 跟 independent variable 颠倒，可以颠倒。然后
方底下这个毛条回来。好不好？很快吧。这条叫做 low awareness， 这条叫 high awareness。一个人的外向性在预测他使用武力的程度上面，对于这个人如果是低友善性的不怎么友善的人，他越外向，他越支持使用武力。啊，上面讲。但是假如这个人是高度友善的人，他就是很友善的人，他越外向，他在使用武力程度上面看起来可能会越不支持，但是感觉小心有差嘛，所以变成是他的外向程度对于他使用武力的。一个态度上是没有关联性的。假设我没有兴趣，明天要讲他，明天要讲怎么样 test 这两条线的东西，这些线的东西，可以吗？好，今天教了三个方法画图哦，那我相信你们都去尝试。